睛别震动，做个深呼吸就松手，这是我将就的第几个闹钟，每次都让我很头痛，什么招数都不管用，假过剩下星座到底是哪个相冲，可能说的太多听的太少，沟通无效，也许懂得不多，做的又少，像你说的是我的错，真是笨蛋一个，长篇大论写小说，你眼睛还红怎么消极，有多热烈就多纠结，辗转反侧每个日夜，到底要如何提笔作文，不能把爱恨一笔落成，不能快进到美好结局忽略过程，别否认我们都不算是成熟的大人，都快用了心的争吵真的难以吵架，都说不出口的话心里团成乱麻，从家里造法到真的高杂，该如何表达我所有想法，画面重来留白，没有后来，没有后来，也许该淘汰，回到一切开始之前，重写对白，就算再次与你擦肩，可能说的太多